太大了。谢谢谢谢啊。行了行了，快回去吧，座儿丢了一会儿啊。快回去吧。还有啊，于老师您的快递来了。哎呦，这边是我的啊。哎呦，哎哎哎哎哎，可了不得，不要了，拿不了了。每回演出啊就跟进货似的啊，热情嘛。这个还有没有啊？行了，您都让人回去了。回去回去拿去了啊。啊，这都跟哪儿拎的，这都是啊。有张云雷的粉丝就爱喊姐夫啊。是啊，好，听见了。于老师的粉丝喊祖宗。对，没有，今天于老师粉丝没来，没来。你看太下本了，这今天是个好日子。嗯嗯，正月十五，哎，也是我们开箱。对，吃月饼。吃月饼。吃什么？吃元宵。吃元宵，元宵节嘛。元宵节。对，今儿在家还说吃什么馅儿的呢。啊，想不起来吃什么馅儿的。不知道，黑芝麻的，红果的，奶油的，巧克力的。哦，突然间想起于老师了。嗯，有没有猪头肉馅儿的？对，嗨，看我想起猪头肉来了。谢谢各位的鼓励和支持。是，刚才是张鹤伦、郎鹤炎小哥俩，让他们俩休息休息。嗯，换上我们老哥俩来了。对了，为什么要说相声？嗯，快乐啊，都快乐。您各位也快乐。嗯，我们也快乐。我们喜欢干这个。人生苦短，嗯，就这一辈子最难得的就是开心快乐，图的就是这么个乐。我看什么都开心。是吗？啊，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快乐。那就对了。早晨一出来，一出家门，车在门口停着了。哦，就瞧着孩子淘气，拿个大铁钉子在车上画。哟，这个我绝不拦着他。您这事儿都不拦着呀？划车就要是别人就得吓唬孩子啊，这得管啊。我不会的。哦，童年的这种涂鸦是很快乐的。哦，您管这叫涂鸦呀？嗯。哦，等他长大之后，他会想，嗯，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拿大钉子滑车，是大人都没说我，哦，很快乐，高兴。我就站那看着他，就这么盯着，也不是我的车啊。嗨，那您就看着呀，孩子也不是我的孩子，啊，得好，跟您没关系。我就等那车主出来打这孩子。嗯，好家伙！快乐，您这看热闹，这是您。玩笑说玩笑，快乐两个字真是很难得。是，过去说我们这个行业叫吃张口饭的。怎么叫吃张口饭呢？你说相声得张嘴啊。哦，得说话。一张口站在这儿，饭就来了。哦，家里还有八口人，都是说相声的，等饭的。对，好嘛，没有挣钱的。这是新的一年，我开始了。啊，其实去年老天爷对说相声的有点狠。哟，怎么叫有点狠呢？很多相声的前辈都离开了我们。还真是，去年不少。我去年做了个梦，差点没吓死我。这您梦见什么了？梦见一辆无人驾驶的汽车。哎呦，车里边坐着，嗯，常宝华先生，哦，常贵田，施圣杰，都是去年走的，都是这些老先生在车里坐着走。哎，也没有司机，车往前走，开车。车过去一看呢，于谦在后边推车呢。对，好嘛，我给这几位送走的感情是。吓我一跳啊！关键是没想到你又回来。哎，我是得回来。我你得回来啊，因为有这么多的观众都喜欢你。哎，大家伙喜欢相声啊。你看观众送你那些东西，你看啊，啊，那是照着于老师做的那个玩具吧？啊，不是，那是佩奇。你们瞧瞧 啊， 啊，你知道的太多了。啊，嗯，很好。嗯，观众演员之间咱们就是一家人啊，就很亲近。真的啊。嗯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跟观众之间有的时候好多事情也说不清道不明。怎么？初三初四的时候在天津演出。嗯啊，在天津有一天津的女观众，是演完了没走，在门口堵着我。哦，你不要走。嗯，我说怎么了姑娘？哦，嗯，我告状。哟，告什么状？我原来是你儿子郭麒麟的粉丝。那很好啊。但是现在我决定脱粉了。这因为什么您就脱粉了呢？除非你们把名字改了。我说凭什么呀？
你怎么了啊？我太喜欢郭麒麟了。哎，好，我想纹身，把他的名字纹在身上。哦，但是字儿太多，笔画太多，你能不能给他改个丁一啊？没听说过，就为你好纹身，我们改名啊？谢谢姑娘，这个真是不合适啊。那要不你改叫丁一？行。我说姑娘，我也不合适，这个岁数改名字不像话。对呀、啊，你艺名叫丁一不行吗？啊，我说孩子，啊、我艺名有，你肯定不愿意纹。你艺名叫什么呀？我艺名也仨字儿，啊，头一个字是表。表，到西安吃表表面那个表。这一个字就顶郭麒麟仨字了。嗯，啊，表表什么呢？表叫什么？姑娘啊，表饕餮。好家伙，就没有比这仨字再多的笔画了吧？那姑娘跺着脚骂着街就走了。对，玩笑说玩笑，嗯，离不开观众对咱们的支持。是。相声是天底下最简单的艺术形式，嗯，但是也是最难。咋？哦，还最难？俩人站着就说了，嗯，但说好了不容易，是这得下功夫、啊。是说相声都会说，嗯，我们是个语言的艺术。对，什么叫艺术？哦，这还有单解释的吗？艺是艺，术是术，怎么说？有艺无术，嗯，这叫诈骗。哦，有术无艺，那是商贩。哦，你想这个道理啊？怎么再解释啊？嗯，有艺无术。嗯，哎呀，我这个相声这么好，那么好，那么好，这么好。哦，哎呀，天文学的角度、人文学的角度、社会学的角度、美学的角度，嗯，我这段相声好了都不行了。嗯，说的天花乱坠、嗯，一说卖票一毛钱一张票，观众把剧场砸了，不爱听。你那么好，怎么没人花钱听呢？嗯，对吧？为你花一毛钱都不值，你是不是诈骗？哦，所以有艺无术不行。嗯，单凭有术那就是摆个摊卖东西，嗯，那个不需要艺，这就是买卖，一定是两者合了一块儿才叫艺术。有道理。这么些年来其实很感慨，嗯，在相声界比郭德纲强的、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。是吗？你看你们就不要给我得罪人了。好容易说声有能死啊。我都想开了，你们怎么还这样呢？嗯、一定会有的，一定会有的。嗯、再出了正月再说吧。啊，嗨，就差这半个月。怎么能把相声说好啊？啊，四个字叫雅俗共赏。是我们经常说这四个字，雅要雅的那么俗，嗯，俗要俗的那么雅。哦，这还是辩证关系。无与泥焉有荷花？这有对，单凭雅这个东西没有王法。怎么叫没王法、啊、你雅得过昆曲吗？是昆曲是很雅的。清朝那会儿得是念书的举子、赶考的秀才，嗯，听昆曲，对，抱着二十四史，捧着康熙词典，呵，听一句就得查一查，那叫引经据典，你要不然不知道唱的是什么。深奥，雅到头了。嗯，所以到民国就卖不出票去了，就没有人懂了。谁跟你受那个罪？听场戏比种地还累。这是，所以说太雅不成世界哦，太俗也不行。太俗怎么还不行呢？于老师一上台就把裤子脱了。是啊，谁看的那个？是吧？你瞧，今儿观众的素质有待提高。今天这，啊，这都是你打澡堂子带来的观众吗？嗨，我上那儿交朋友去。所以说太俗太雅都不行啊。要想雅俗共赏，只有一个办法。怎么办呢？于老师脱了裤子唱昆曲。这嗨，没听说过那，啊，别来！我真脱了裤子，你们就不听昆曲了。嗯，什么都看呢、嗯？艺术这个东西其实是辩证啊啊，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是吗？哎呀，说这个文化艺术类的东西，永远没有真正的谁第一，比不出来吗？比不出来。哦，你这儿八个亿拍一个电影，我就说门口耍猴的好看。哦，你也不能打死我呀，这也得认呢，对不对？艺术这东西永远就是此时此刻你自己认为哪个好，那个就是第一。哎，还真是这样。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呢？体育武术类的永远有真正的第一，这个能比。比如说咱俩人跑步啊，从这儿跑到那个墙那儿嘛。哦，我跑了一个14秒。
啊，那不错。哎，你跑了一个七天。对啊，我裁判们就纳闷啊。啊，是啊，这孙子怎么轮椅坏了？这个，我跑七天可不是纳闷吗？我这，我就别参赛了，我就哪怕差0.01秒啊，咱俩也能分得出来，谁好谁坏，谁快谁慢啊？这倒是。所以艺术类的这种见解、这种比较是没有意义的。哦，说一句俗话。就是我喜欢就好，我管他谁媳妇儿呢？嗯，这叫什么话呀？这，您这怎么说话呢？这些年来越发觉得郭德纲的渺小。哟，我在相声的舞台上只占20%。哟，那剩下那80%呢？于老师和他的家人。嗨，就只说他们呢，您这。你看好几个鼓掌的呢。啊，这一，你看这好家伙，就喜欢听这个是吗？人家真有那个。道德表演技术家们呵满处举报我去啊！怎么举报他？为什么老在台上说于老师的家人？其实我有点委屈。您说说，你以为我天天在台上说于老师的媳妇儿，嗯，我就那么开心吗？对，你就是那么开心，我都看出来了。我是不是乐出声来了？看表情也有。我忍着点啊。啊，我7岁学评书，嗯，9岁学相声。嗯，1989年开始唱了5年的戏。嚯，其实这些年来，就是传统艺术把我养活到了今天。嗯，说相声的时候，我在桌子里边捧哏站了10年。嚯，桌子外头走马灯一样换逗哏的演员。嗯，谁站着谁说我。哦，他们也说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了，郭德纲他大爷怎么着了，郭德纲他媳妇怎么着了。嗯，很正常，谁挣这份钱，谁拿这份活。这不角色、啊、你还替于老师打抱不平呢，你知道他数钱是乐得都不行了。嗨，你提这干嘛，谁数钱谁不高兴 啊， 啊，这个就是就跟唱戏似的啊，对不对、嗯、这个唱京剧小生的艺术家95了啊，高龄上台演那个活也是个孙子。对，他你不能因为这个举报他去吧、啊、这一后台的人道德沦丧、啊、管一个95的人叫孙子，你这叫装孙子。嗨，5岁的孩子带个胡子上台唱戏，他也是爷爷。那老生了吗？那是假的呀。嗯，你看电影怎么知道假的呢？哦，这管这叫爸爸，你也知道是假的。嗯，啊，一男一女俩人一被窝睡觉，你也知道是假的。举个塑料枪，当那儿躺下，你也知道是假的。嗯，到我这儿全是真的。嗯，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？不能对自己好一些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说。这些年来最感动的就是观众们支持咱们，哎，理解我。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哎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、嗯、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对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、啊、最难的就是这个相声，就这个卖票的演出是最难的。您说的是商业性的这种演出，因为它人为无法控制。怎么无法控制？你就记住了，只要是有办法人为控制的，嗯，就都简单。您举几个例子？比如说，你是一个电影演员，影视演员。你是个电影演员吧？啊，你们单位呢要评三级演员，要评三级演员，是评演员是评电影啊？您说清楚啊！你原来一直是8级演员。哦，哎，你到处巴结人家啊？对，嗨。现在要涨一下，涨打8级，涨到3级了。我这还算进步了。那当然了。哦，你们单位领导手里攥着一个3级的名额。是，这就是人为可以控制。怎么控制？这个名额，嗯，给你也行，嗯，给苍井空也行。领导就得想看谁有用呢？苍井空有用。嗯，我别跟他争这个。嗯，所以说人为可以控制的，不难。哦，你搞好关系。通过技术手段是都可以运作的。哦，你的明白说的是没嗨，行了，您就是包括小剧场也可控制。小剧场演出啊，前几年啊，中国境内嗯含海外华人地区嚯，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上100个相声团体，现在也不少。这个就好办。这怎么好办？一般都是一个屋子坐100观众啊，就这么大，100个椅子，哦，后台10个演员，是有厨子，有裁缝，有电工，有做买卖的啊，白天忙，晚上来说相声，哦，做个大褂120，买双布鞋15，
不到200块钱，一人投资不到200，这就开张了。嗯，某某相声社，这就挑梁干活了。哦，一个月演一场，嗯，这个人为就可以控制。怎么控制？你看后台10个人，前台100个椅子。嗯，你这10个人，每个人还不趁10个朋友吗？就指着朋友来看、一个月麻烦你一天，啊，一场你都不来看，嗯，以后咱们还来往吗？那就不够朋友了吗？对呀、所以说这种事情是可以人为控制。哦，你像这种演出，嗯，北展2700人，将近3000人。是，咱俩再厉害，咱家也不趁3000个亲戚朋友。啊，是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说不能对不起观众。哎，你就记住了，只要是让老百姓打口袋掏钱的事儿、嗯，你想骗他势比登天。也不能骗人了，那当然了啊，一定要尊重。嗯，而且最重要一点，说相声首先是心理学的东西，啊，这还研究心理啊。我给孩子们上课，给徒弟们上课，头一句话，嗯、记住了，穿大褂不许戴手表。啊，是我们倒是有这个规矩。你什么时候看我穿大褂戴过手表？没有过，不允许。有这规矩。你戴个大金表一上台跟这晃悠，啊，观众看看这个票，嗯、看看你那表。啊！我说我的钱买的，嗨，哦，这人衡量这个，但是女演员可以。姑娘们怎么行呢？穿旗袍、高跟鞋，嘚儿哒嘚儿哒的 啊！大金表、翡翠的链子、金银翡翠戴一身，是是。站台上一说一唱，观众赏心悦目。哦，看看票，嗯，看看人，嗯，都是我给他买的。嗨，好，这时候他这么想了，你看我们这个。说相声的怎么那么活该死呢？说1000道10000呢、嗯？人叫人千声不语，货叫人点手自来。你得有本事，得有能耐。对了，混好了你就是相声一哥。哦，混不好你就是相声一哥们儿。对，一哥们儿，你跟着混呗，有你口饭吃就完了呗。哦，是不是？哦哦，我们都是从小一块儿。嗯，你看高峰，嗯、他。包括他媳妇儿，嗯，我跟他媳妇儿，我们都打小光屁股长大的。对，没听说过，哪有这么说话的？小那年18，后来这个18还小啊，这还光屁股长大呢。冷，后来就穿上。废话，就都是一晃都这岁数了，嗯，长大了啊。现在回头想，老师们给我们上课就在眼前一样。哦，先生对我们是真好啊。那是。说相声嘴里得干净啊，嗯，教的，不管是观众坐在哪一个角落，也要听得清楚说的是什么，这就功夫吗？说的不清，钝刀杀人，嚯，这有点严重了。吐字不清不行，钝刀杀人，那是你看您就是真吐字，你才真吐字呢，是，你吐字真的不是吐字真的啊，这吐字清楚，吐字不清楚就如同钝刀杀人。怎么那么还钝刀杀人的刀要快啊，要是钝了人就受罪了，就这么比喻。你比如于老师被杀头，我咱你先等一会儿，怎么就非得我被杀头呢？你好啊，我被杀头。对呀、还得是你。哎，好嘛，怎么就非得是我？你把我杀了谁给你解释钝刀杀人呢？啊，好，你瞧这理由去。于老师被杀头，咱们挑个好日子吧。啊，咱们举个例子，除夕。哇，这合家欢乐的时候，这是、万民同庆，哎，有华人的地方都在庆祝，是就都高兴，好不好？这天大年30，于老师、嗯、啊，这天还是您的生日，嚯，我这还双喜临门，对、嗯，而且今天搬家，嗯，新买了76000平米的别墅，我搬到天安门广场去了吧？我，啊，嗯，这叫乔迁之喜，乔迁之喜啊。嗯，你儿子从小送到英国去念书，哦，今天毕业回来了，哦，父子团圆，哦，这就全家欢聚。他还带来了未婚妻，嗯，未婚妻家里边是世界首富，你瞧这好事都赶我这儿了。你媳妇上街买菜去，花1毛钱买个彩票，中了13亿的现金，好家伙，这要疯啊！这是，这个钱打你们胡同就马到张家口那边了。哎呦，这太多了，这个。哎呀。我也得上您家来呀、您干嘛来了？您过生日，我来祝寿，应该的。谦儿哥，生日快乐！谢谢您嘞，礼物随后就到。哟，您还该带礼物？你看，正说着呢啊，送礼的来了。我瞧瞧什么？我给您买了一个礼物，叫印度三宝。这什么叫印度三宝啊？你看看，来了。门一开啊，门前站着一个印度的美女，啊，小姑娘，18岁，妙龄，这儿点着红点儿。
这是印度风情啊，捧着这个包装盒。这是亲爱的于老师生日快乐呢。什么味儿啊这是啊？不是，这女的怎么这味儿啊？教她中国话的是个河北省保定人。好，这姑娘也不想进步了。嗯，俺们公司让俺送这个礼物来了。行了行了，你还回公司得了。嗯，打开一看啊，印度三宝。怎么个东西？印度小叶紫檀雕刻的一个木桶。哎呦，这小叶紫檀就是一宝啊。小叶紫檀啊，这个山坡阴面，嗯，不见太阳那坡接的东西叫小叶紫檀。哦，紫檀无大料，是长长就空了。没错，这么大的料，这就是个宝贝，那不容易了。哎，嗯，二宝就是嗯，外面抹了一层印度咖喱。你瞧，这宝有点糟践东西了。一开盖啊，里边满满登登的嗯，印度神油啊。好家伙，这玩意儿拎桶送啊。嗯，于老师接过来，吨吨吨吨吨，喝了。我这太糟践了，这个啊，你别吧唧嘴了。太开心，头发都立起来了。呵哈。这不用形容了，一回头啊，哎，这姑娘，你脑门这红点儿，我能摸一下吗？还要这么大好奇心？从小看印度电影，老纳闷这个是怎么回事。哦，伸手一摸，这红点儿 K 是掉了。哟，脑门上露出三个字来，写的是特等奖。可这好事还没完呢，公司促销，谁看见这仨字儿就得了奖了。这特等奖是？就是这个印度的美女，什么意思啊？终身相许，人就是你的了，这姑娘就跟我了。你瞧瞧，哎呦啊！当然，嫂子不开心，啊，她有想法。凭什么呀？我就赶紧劝啊，就别打架呀、啊。就这会儿的功夫，咣咣咣，有人砸门。谁来了？开门一看，300多官兵。这官兵干嘛来了？于老师生日快乐，还谢谢您，春节快乐。得嘞，乔迁之喜，别客气，父子团圆，谢谢。走，杀头去吧。哎。对，我把这茬都快忘了，那怎么就杀头去了？这个，这这，走走走，赶紧走，别不是你得给我个理由啊！哎呀，要什么理由啊？就是拿你解释钝刀杀人。好，合着我死在这四个字儿上了。你带着于老师走了啊？屋里边天都塌了，那是晴天霹雳。你儿子跟儿媳妇咣当就坐在那儿了啊！儿子傻了呀，那这那是打小送走刚回来，打进门连声爸爸都没来得及喊，多仓促啊、嗯、孩子坐上傻了，我腿都软了。您也没经历过这个呀。我坐下了啊，你媳妇傻了啊，坐我旁边。对，印度这闺女坐在我这边。哦、嗯、您是得缓缓。就腿都软了。嗯，您这不是吓的。嗯，别乐、啊、谁乐我弄死谁啊。嗯，您又要乐出声来了，你记得吗？我忍着呢。啊，最难过的就是你儿子。还是有难过的。孩子眼圈都红了呀，要哭，这眼泪说了就要下来啊。你媳妇瞪他。嗯，啊，不懂好歹的玩意儿。什么叫不懂好歹啊？有什么值得哭的？有什么不值得哭的呀？这个倒霉孩子啊，咱们啊，这不团聚了吗？谁跟谁团聚了呀？哎，这说到你心缝里去了是吗？啊，我心里可不是滋味了，没瞧出来啊。啊，这事儿。嗯，包饺子吧。对，你们是不是缺心眼儿啊？这个，这一家之主都砍头去了，你们这儿包饺子？你以为我们吃得下去？吃不下去，你包？这就是为了堵那些个邻居的嘴。那些邻居是怎么回事？街坊四邻净那个串闲话的。串什么闲话？你这弄走杀头去，他们、啊、哎，你看这家人家啊，对呀、啊，好死个人连饺子都不吃了，咱不唠这个。孙子，我还打算唠这个呢。这什么缺德邻居啊！这都是，包饺子吧？真包啊？包不嗨，吃不下去呀、啊？是吗？什么牛肉大葱、猪肉白菜、啊、哦，羊肉韭菜，啊，三鲜、素三鲜、海三鲜、鲅鱼，哎呦，啊，反正弄个七八样馅儿，这每样包个100来个就得了，这就不少了，这就这就是应个景儿，吃不下去，还一桌炒菜呢，是吧？哎呀呵，你们还喝点是怎么着？倒醋包蒜，嗯，炸点辣椒油啊，全全，哎，调一碗那个咖喱啊，啊，对，照顾照顾那印度娘们儿，嗯嗯。
哦，今天年三十啊，过节吗？打开电视看看春晚，看有好相声吗？没有了，我都砍头了，哪来好相声啊？怎么这人是？怎么那么高兴啊？这一堆人，屋里边我们这一家五口啊，正在万分高兴、悲痛的时候啊。您别把实话说出来。悲痛的时候啊，于老师已经送到了北京菜市口，我还送到这个老的砍头的地方。这是一个杀头的风水宝地，我这要什么风水啊？于老师到这儿了啊，刽子手都过来了，哦，给于老师把衣服从上到下一丝不挂，我还光着呀？你命都不要了，要脸干嘛呀？啊，那我也不能先不要脸呢，我这。哟，你早说呀，扒完了，这我还说晚了，一丝不挂，从上到下全光。哎呦，哎啊，妈肩头拢二背，绑好了绳子，捆上了，脖梗子后边插一个招子。什么叫招子呀？宝剑尖的形状，白纸贴在那个竹子上面。哦，就是写那个罪犯的这个罪名。哦，我这怎么写的？监斩人犯一名，大流氓于谦。你知道我说我怎么光着呢？嗯，绑好了。啊，刽子手问：“哦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让我说话。”于老师这个气势，你讲，本盲、本盲，什么叫本盲啊？大流氓吗？大流氓就自称本盲啊？我就别跟人放粪了，我本流不好听，本大不像话，我就不应该讲我本盲。行了，我去你吧，你家踹那儿了不是？跪好了啊，趁势啊，哎。怎么撅那儿了？废话，你要不踹我，我就撅那儿了。跪好！哎，怎么又撅？你管我呢？你们有人管没人管？他光着屁股跟这撅着啊！哎，管我什么样呢？你这这活该活该！一会儿杀头啊！哎，嗯，于老师跟这撅好了。是。天光大亮，我、哦、这一宿啊，半夜送来的吗？都忙活完了，已经是大年初一早晨呢。你看看，北京是。每年初一开始，城里是有庙会的。是，北京好几摊庙会呢。最热闹的是琉璃厂，那叫厂甸庙会，打清朝就有老庙会。据统计，北京城得有30来万人到这儿来玩来，都去那热闹吗？外地也得有个60-70万，这小100万口子，这小100万人都得从您身边经过。你先等一会儿啊。哎，我光着屁股跟那儿撅着，这小100万，哎，你们卖票不卖票啊？当天，啊，通票。哎，哦，你把我还含在里头了，你这玩意儿，你算一个景点儿。别景点儿了，我这有什么景点儿的？雅俗共赏，你这。我行了，没工夫唱戏。你来这儿昆的。行了，行了，反正100来万人，尤其外地人多，是吗？举着那个小黄旗儿啊，还有领队。旅游团嘛，是吧？啊、哦，走，咱们开眼去。好，拿我开眼。这边来开眼啊！瞧见了？嗯，别低头了，低头啊！别这，于老师，你瞧，真认出来了。于谦儿啊，怎么了？哎呦，我可喜欢，我每天睡觉都听你讲。行了，来给我拍一张。别拍了，啊、别拍了，你这于老师怎么了？大伙儿都爱看，别叫人了，就有看3遍，就看2遍的，过瘾呢。哦，啊，于谦，行了，这真白呀、啊！你管着管不着？怎么那么贫呢？这帮人干嘛来了？就是一眨眼啊，到了大年初七，我跟这儿展了7天呢。咱们可别瞒别人啊，因为北京的庙会初1到初6。那我干嘛多弄一天啊？这些个工作人员不得看看吗？我给他们还来一优惠。那当然了 啊，都看完了，是最后没问题了。是禀报监斩官，还有监斩官，这边做一官，那大人哦，负责传命令杀你的，管我这摊儿的。刽子手这才过来啊，启禀大人，时辰一到。哦，监斩官披着一红斗篷，这干嘛披红斗篷？辟邪的。你瞧他知道辟邪。他一回头啊，杀呀！杀，整啊，嗯，弄死他呀！哦，切蟋蟀，削他呀！整啥呢？弄死！我这来一东北大人呢，这是。嗯，啊，刽子手领命回来。哦，把这刀取起来，要这口刀，嗯，
肩宽背厚日飞薄，杀人不见血光好，紫薇薇蓝娃娃，霞光万道瑞彩千条，多了多孙颤颤巍巍举起来、呀喊走看，就这一下吓一跳吧，没杀呀，好玩不好玩，谁跟你玩了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，嗨，没有这逗的，你没想到吧，这废话，他没想、又尿了，这多新鲜，吓的、你怎么尿了，可不是吗，拿墩布来，就别擦了，哎呀尿了，早知这不跟你逗，你知道谁跟你逗，抬腿抬腿，那条哪条别嚷了，还杀不杀了，这老蹲地不蹲地了，废话，完事一块再擦，拿水管子呲，好不好，行了，你管这事儿，鱼奔，赶紧砍啊，哟，这墩布，对，你干什么来了，你干什么吃的，这打刀举起来啊，这不是完了吗，一刀落下，人头落地，砍了，脑袋过马路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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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马路，突然间停住了，干嘛停了，等红绿灯，嗨，哎呀，我要这么规矩至于杀头吗，我这绿灯了啊，人头过马路啊，过去转过脸来、还得夸这刽子手，说什么，好快的刀啊，我也太贱了，我这你看见了吗，啊，这个刀要是钝刀你就不会这么愉快、我这愉快吗，我这个真的就钝刀比这还难受，你就不会这么享受，就不至于、都是杀头，这次给你换一把钝刀，怎么再说一遍啊，再说一次啊，啊，咱们这次简单一点哈，前面咱们就不提了，好不好？那前面什么过生日啦，什么这接礼物啦、你儿子回来这些，咱们就、那就都归你了，那就、你就捡杀头说就行了、你要早是这个态度，你何至于死？你说、好家伙，恨疯了我了！那我们就从我们合家欢乐开始吧。你就从杀头说就行，好吧，从我们就我接收你们家开始啊。好的，非得过过瘾。那是初七，好吧？啊，就行了。一直到初七，你这个雅俗共赏的景点撤展了。嗨、我还真展览来了。哎，启禀大人，时辰已到。哦。监斩官一回头说什么，撒呀整啊弄啊弄死切蟋蟀啊、这孙子还没下班呢，打刀举起来了，赶紧砍吧，这口刀好家伙，打秦始皇那年留下来的，是啊，这么些年就没磨过啊，因为磨一回刀得花一毛钱，哦，哎，打秦始皇那年到现在没有一个人愿意花一毛钱，这太抠了，这个刀刃啊比刀背厚一寸、这不就翻着使合适了吗，要是拿刀背打死你是你的造化，哎呦，今天决定是刀刃啊，刀刃不光厚，上面还都是锯齿，都改齿了，钝的都不行了，那砍嘛，打刀举起来揍你，哦，啪，这是一落刀扎在脖子上了，扎上了，上不来下不去，那怎么办呢，没办法，横着来吧、走，这是锯啊，连锯三天，你猜怎么着，怎么着，你是饿死的，我去你的，谢谢，哎，好收敛了啊，谢谢谢谢，回去了各位，该我说两句了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听见了听见了啊，你听人说了吗？于老师，我也爱你，是因为他们说顾老师我爱你，我搭茬了，他一看没赶上这波，嗨，哦，赶一波班车，退而求其次啊。谢谢各位吧啊，嗯嗯，大伙儿老这么捧，无以为报，是我们就是俩普通的说相声的啊，你看你这句跟我这句撞一块儿了，把我也严谨了，把你也耽误了，这个只有听相声能这么开心，这叫互动嘛，就是您说您看交响乐芭蕾舞，嗯，我不建议你们这么喊啊，这么喊不行吗，不合适啊，非让保安给你们弄出去不可啊，听相声是可以的，哎，允许，哎，这种互动是咱们这门艺术的独特的特性，哎，就是这样，我叫郭德纲 啊，我们俩人就说因为在一块儿、先等、你再等会儿等会儿，哎，你咱俩商量点事儿啊，好的，以后你要不打算介绍我就别往我这儿比划一下行吗，因为不用介绍，怎么不用介绍、大伙儿都了解您啊，啊，来的朋友都了解，这个我管他叫师哥啊，我就是大几岁，相声界的中流砥柱，可不敢这么说，哎，人送外号小郭麒麟呢、这个从我的角度，郭麒麟我还是小号的呀，
因为有郭麒麟了，您得排在人后头。哎，对了，行，没有这么介绍的。于谦老师啊，你别老师，不用不用不用鼓掌，不用不不必，真的不错。这说明什么了？什么呀？说明大伙爱咱们。大伙热情。说相声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艺术形式，就我们这倒不复杂，但是也是不容易。打小得练，你俩人站着说相声，叨叨叨叨叨叨的，嗯，还得让您各位爱听，是这个不容易啊，这是功夫，所以咱们得努力，但一直在努力，还得经常演，老得说，哎，你要老不演的话，观众就多想，这有什么可多想的？一直看你们演出，突然间这些日子这几人没演出，老不露面，高峰可有日子没演了，哦，高峰，高峰没演出，哦，怎么回事？高峰，我倒听一传言。说什么呀？说高峰上泰国做手术去了。这是哪位传过来的？这是。嗯，说手术很成功。怎么？留在泰国当娘娘了。哎呦，那还是真挺成功。那这个，这些日子也没看见郭德纲在剧场演出啊。哎呦，还有人说您呢？那是郭德纲，鬼也出事了。嗯。哎呦，很好。哎，不是，我就是出什么事儿了呢？说郭德纲学会开汽车了，这不叫事儿啊！买辆汽车，这辆汽车3500万，这是好事儿啊！他开着车，他掉沟里头了，嘿，掉沟里了，掉沟里了，这说不错啊！这行交不了朋友，你看见了吗？不是他也。编配您啊，对对，郭德纲开3500万的汽车掉沟里边了。你说这多糟践东西！啊，听说于谦老师也出事了，这就到我了。嗯，怎么着？说于老师是干嘛呢？我有什么事？种树是干嘛呀？哦，哎，拿铁锹跟那刨沟啊，刨着刨着沟，他在沟里边，然后沟上面来辆车，嗯，车掉沟里边给他呼底下了。合着我是让您给砸死的，我这没死，没死，哦，都没死。说郭德纲、于谦俩人，在医院里碰见，啊，那就不算什么重伤。说郭德纲那个伤还比较重，是吗？哎，护士们在手上给他贴了个创可贴，哎呦，一大帮护士姐姐怕他害怕啊，给他搂在怀里边安慰他。这样我贴不贴创可贴都无所谓。嗯，于老师就是也是稍微的那个严重了一点点，我去安慰安慰我，因为他车是下来，于老师在下面啊，于老师跟车混在一起了啊，有几个大爷正拿勺往外蒯呢。好家伙，这我都碎了，合着是啊，这都是你不演出观众就会这么想你，这都不是真的。哎，大伙儿喜欢咱是吧？你听听老百姓编的顺口溜，这还有顺口溜，听于谦，嗯，不阴天，这挺好。你看是吧？听高峰，嗯，得永生，哦，这就更好了。哎，嗯，卖了窗户门啊，听听郭麒麟，好家伙，这真爱听。卖了那个屋的窗户门，嗯，听听张鹤伦，啊，都没有窗户门了。嗯，不要爹和娘啊，听听孟鹤堂，嚯，不要干爹娘啊。听听周九良，嘿哈，这都谁编的？都观众们热心观众们编的。哪个热心观众编这个？张鹤伦他们编的。哎，哦，都自己编的呀？可不，自己编的，谁给你们编这个呀？所以说，咱们得好好的说相声。是，跟谦儿哥在一起合作这么多年来，嗯，是我的荣幸。您客气，是我的荣幸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嗯，打小我们一块儿，我刚才在后台，我看他这鬓角都白头发，我看着。就是那个滋味的，那可不就岁数大了吗？小的时候那个可嫩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叫年轻，小脸蛋儿一掐一兜水啊！哎，您也是太使劲了。哎，好着呢，是吗？他比我大4岁嘛，小的时候小胖脸儿，是吧？谦儿哥，滋，哎呦，嚯，你掐在水管子上了。哎，要多嫩有多嫩。嗨，你这什么词儿？一晃都。这岁数看着其实挺不是滋味的。
哎，那就怎么办呢？老话说，这都是土埋到眉毛的人了啊，到眉毛了，活埋了，我这是不是形容嘛？土埋到眉毛了，没听说土埋半截儿，土埋到多半截儿的是，还得非得多半截儿，埋到眉毛也没事，你什么玩命睁眼睛就行，这好。没有那么长睫毛啊，土聊开的，没听说过。希望您健康长寿。得，这我谢谢您。真的，我们特别清楚的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，是吧？我们就是手艺人。哦，咱们这算手艺人，剃头、修脚啊，说相声、唱戏、唱大鼓、说书，嗯，卖个报纸、种个菜，哦，上非洲当个娘娘，嚯，没有什么区别。这都一样，人一辈子就是这几十年，嘿，你待着不也得吃饭吗？嗯，你总得干点什么呀？是，说相声是我们的工作，哎，就干这个，又是我们最大的爱好兴趣，这多好啊！爱好跟工作合二为一，嗯，老天爷待我们不薄，这是眷顾我们啊！尤其是跟谦儿哥在一块儿啊，说句良心话，郭德纲的艺术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。您客气，真的，我的艺术在相声里边只占10%啊。哟，那那90%呢？于老师和他的家人。好，您把他们都算在里头了。这些年在台上没少说于老师的父亲呐，啊，什么嫂夫人呐。嗨，这这个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怎么叫不得已呢？希望大家理解啊。确实有同行，老先生们啊，指责过我。他们怎么说您呢？郭德纲的相声就听不。听不得，听离了于谦他爸爸就没有活路了。哦，非得说，你看看人家那些个艺术家，人家谁的相声里边提过于谦的父亲啊？凭什么他们都说我爸爸呀？他们谁找谁找谁去？我打小啊，啊，7岁开始学评书，我9岁学的相声。哦，80年代末我开始唱戏，嗯，唱了5年的戏。哦，我除了说书、唱戏、说相声，我别的什么都不会，这就可以了。说相声的时候，我在桌子里边站了10年，哦，捧哏10年，桌子外边走马灯一样的换逗哏的演员，是吗？谁站这儿谁说我，他们也说呀。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？哦，郭德纲他媳妇怎么着？嗯，郭德纲他舅舅怎么着？嗨，没有办法。嗯，台上就这俩人。嗯，相声的表现形式就是这样。啊，第一，这个故事是我们家的事儿，是一上台来跟大伙说一事儿啊，我爸爸怎么着怎么着了，这是第一种，第一人称。第二种就是于谦他爸爸怎么着怎么着了啊，就旁边这位吗？没有办法，嗯，如果说第三人称，那这俩说相声太外行了，不能这么说吗？今天我们两个人说段相声啊，可以给您讲一个人呢，这个人家住在山东省济南市幸福大街光明小区，进小区往右拐上2楼有一王大爷。哦。你看这俩说相声这么干，嗯，这俩人就外行了，都不行了，这不能这么干吗？你看，给观众人为的制造了麻烦，怎么叫麻烦呢？山东省济南市俩观众就聊天，你去过山东吗？啊，我去过。哦，我喜欢山东的刀削面。嘿，你糊涂，那是山西啊，山西不是刀削面，还有那个宽条的那个大，哎呀，你说那陕西哦，他俩人40分钟聊面条。也是气迷心，我说的什么您全没听见，反正是耽误了。我让观众想，他在琢磨幸福小区光明大道啊，上2楼王大爷，这俩人太外行了，就都知出去。我们要求的是一句话您就得进故事当中来，哎，我们要快。于谦他爸爸简单，这倒是真快，那琢磨着啊，而且这个您观众也能理解啊，演员也没有什么，嗯，当然说手势很重要啊，是吗？于谦他爸爸这不行，这不可以。您幸亏说不行，您这好家伙，不行就别比划了，您这。我们没有化妆啊，人家还粘个胡子演个老大爷，我们没有，我们没有布景，是没有音乐，没有群演，没有舞蹈，啊，一切都是虚幻的，全靠我一张嘴一说话把您带到故事当中来，就说嘛。所以从科学的角度出发，嗯，就是哎，于老爷子如何如何，嗯，这是假的呀，可不是假的吗？你看电影你怎么知道这管这叫爸爸是假的呢？嗯，你看电视剧这俩人一被窝睡觉你知道是假的，嗯，但我这说全是真的，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？嗨，哪有不明白的呀？都明白。对呀，其实台下真见了于老爷子，包括见了嫂夫人，我
没完没玩笑，不开玩笑。不，对，很规矩。我们这行从清朝那会儿就有一规矩，叫台上无大小，台下立规矩。啊，这是我们的行话呀。你看，我们到了后台，天地君亲师，哎，记在心里边。我们讲究着呢。你到台上，就跟唱戏似的。啊，他95，他演小孩，他儿子你30多岁，戴着胡言老生，台上来也是他是他爸爸。对，那不都假的吗？啊，是不是啊？角色嘛。再有一个，有时候你们闹得我都挺不好意思。怎么了又？台上有时候我一说，哎，谦儿嫂如何如何，我还没说，你们就乐。啊，这个惯性。就是你。是我是谢谢大家，你们这个觉得很好哈、啊。哪儿啊？说的我怪害臊的。您先别害臊，您先说话。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，这是老话吗？台上说完了就完就完了，有时候到台下看见嫂子，我都不好意思。您还有不好意思的时候？我台下有时候后台我看见他媳妇扭头就跑，不敢见面。你哎呀，我他喊我是吗？站住！哦，你给我回来！啊，嫂子，碰上了，您来了。嗯，你别废话。嗯，别嬉皮笑脸的。啊，你台上是不是又说我了？你看不高兴？没没，这假的，假的，可不是假的。别废话。嗯，你台上说完你是痛快了啊？啊，就是大伙儿就怎么看我呀？啊，谁？啊，我错了，嫂子。嗯，我改。嗯，你改得了吗你？改得了，改得了。嗯，改得了。再让我逮着看我跟你有完的。嗯。死鬼！哎，怎么这说着说着就变口气啊？这就是生气啊！啊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怎么着？我把丑话说在前边啊，眼瞅着这天可凉了，知道吗？天凉了怎么样？穿秋裤了吗？哎，管着管不着啊！嫂子穿了啊！你少来这套！哦，你准备穿秋裤？管这个呢？穿了吗？哎，行，回来。管的也太宽了，这个。你说一乐。乐了就完了，乐了，你看啊，高高兴兴的啊。谁呀、啊？你别以为说我一说这个于老师就真生气假生气的，你一个啊，你知道后台分钱的时候他乐成什么样了？说这个干嘛呀？指这个吃，哪有那么糊涂的人呢？嗯，我们就是手艺人啊啊，全仗着您各位捧我们了。是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哎。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嗯，谢谢各位了啊！谢谢您吧。没有工作，也没有工资，全靠着卖票了，演一天吃一天，就是这样。您这个每张票钱，我得拿回去养家糊口。嗯，啊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是给姥姥一份。给儿子上学，嗯，养活孩子，对，给我媳妇儿一份，可不，给他媳妇儿一份，嗯、啊、我媳妇儿不用，我媳妇儿不用你给啊，哎，拿着吧，对，对付什么呀？这玩意儿有对付的吗？你，哎，行，这不行，别跟我客气吧，谁跟你客气了？给孩子的，这给谁的也不要，废话，我都让你们给我带坏了，谁？你本身，我当年我是多么玉洁冰清的一个人。也得信呢啊！谢谢大家的鼓励。嗯、相声其实特别简单，是吗？我给您快乐，你们给我饭吃，就这啊，这是最简单的了。嗯，当然了，不是那么容易干这行的呀。那可不是，我上外地玩去，我那个朋友啊，跟我特别好一哥们儿哦，也在当地，我得跟你商量点事儿。怎么着？啊、我说您说吧，大哥，嗯，我都在我们这儿啊，我开了3个相声剧场了。哦。为什么不卖票？哦，为什么不挣钱？您告诉他了吗？我说大哥，这个玩意儿，我说我开100家同仁堂也没人上我这儿看病来，啊，啊我你理解我的意思吗？不理解啊，嗯、啊，就是为什么我这儿没有观众呢？嗯、啊，我说你那儿观众都上台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没有说相声哪行去？这个玩意儿不是这么简单，他得从小学。嗯。你老师教100孩子，最后可能就落下3个5个的，嗯，成才率很低。是，有的从小也学，学到最后，哎呦，都50了，这才通知他，你可能不适合从事这个工作。就这行太害人了吧，太难了。你看，你包括于老师到现在，我们都没通知他。嚯、啊，家伙，就我不适合是吗？说相声4门功课啊，脱鞋就唱啊，脱鞋唱啊，叫什么？说学逗唱。说学逗唱，对，说这个嘴里头得干净，这是我们的功夫。无论您坐在剧场的哪一个角落，每一个字儿，
清清楚楚送到您的耳朵边，哎，让您听清楚，得听得明白。你不知道说的是什么，葡萄拌豆腐一都是一块，这干不了。这不行，吐字不真不行 啊！说学就更多了，学说话呀，学表演。你看刚才那俩孩子学方言呢，嗯，哎，这都属于是学。是逗就更甭说了，逗呢，听相声为的是开心，解闷儿，得有逗，包括这个唱，唱，现在观众都知道，嗯，叫太平歌词，这是我们的本门唱。有人说不对呀，嗯，我怎么记得说相声的唱京剧、唱评剧、唱大鼓、唱小曲呢？这也唱，那是说学逗唱的学。哦，这个属于学。哎，啊，你比如说你学一段京剧吧，哎，人京剧人家有专业的，啊，有院团，京剧院、京剧团，你是不是学人家？是，所以你要学唱啊，评剧、梆子、大鼓，这都是人家有专门干这个的，人家是专业，嗯，你就是跟人家学。哦，啊，唯独太平歌词。是说相声我们自己的唱，哎，这是我们要学的，这叫说学逗唱。嗯，当年于老师为了唱太平歌词可真下了功夫了。那可不是啊，在太平间待多少年，嗯，啊，我在那儿学出来的呀。唱完之后还得喊呢，啊，有不服的吗？有不服的坐起来。哎，你坐起来我就服。您给大伙儿唱两句吧。啊，别去，我别唱。雷鸣般的掌声。各位知道您唱太平歌词好，哎，大伙儿想听您。哎呦，你刚才说什么？爱听啊，是怎么着？您这没听见什么？您唱太平歌词好啊，下过功夫什么？哎，不是，还非得再说一遍。太平歌词啊很简单，因为它没有伴奏啊，这个东西难就难在这儿了。嗯，你要说台上有5000人的乐队啊，你不用唱，你喊不过这5000人。哦，那是全靠自己啊！我唱两句，你们听听好不好？哎，对，唱一什么呢？嗯，五龙捧圣。哟，有一个明白人，保安把他弄出去。哎，这还，我这不要明白人是吧？这有明白人不好骗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请这位先生自觉离席啊！这没听说过，省得我翻脸啊！买票了，嗯，好的，哦，买票了啊！好，来坐着吧。啊，好，还有没有胆大的敢点一个啊？什么？哦，白蛇传，哎，这也是行家。还有吗？哦，单刀会嗯，那是喊闹五更的啊。嚯，是有很多行家啊。好，就算唱完了啊。什么呀，哪儿就唱完了呢？唱几句你们各位听一听啊。哎，庄公打马下山来，遇见了骷髅倒卧在尘埃，庄子修一剑发了恻隐，身背后摘下了葫芦来，葫芦里倒出来金丹一粒儿，那半边儿红来半边儿白，红丸儿治的是男儿汉，不要粒儿治的是女群差，用金簪这个巧牙关关下了药骷髅骨，得命站起了身来，伸手拉住了高头的马，叫一声先生你听个明白，怎不见金鞍与陈默那逍遥马，怎不见琴剑书香我那小英孩，这些个东西我全都不要，快快快还我的银子来。庄子修闻听长叹气，那小人得命他又要私财。好，这就是太平歌词。这个就叫太平歌词。对，您记住了，说相声一说说学逗唱，那唱是什么？就是这个玩意儿。哎，就这味儿，这叫太平歌词。嗯，这段叫骷髅叹。哎，早先的名字叫死要财。哦，是说相声的，哎，都得会这个。嗯，这是我们的功课。除了这个之外啊，其他的就都是学了。哦，什么都是学，到我们这儿都用得上，都学啊。走了街上看小商贩叫卖吆喝，我们也站着听啊。这个对我们有用。
这也学。当然现在叫卖的没有了啊，叫卖不让。我们小时候还都有呢，过去那个。您赶上过？想当年那个做生意，大生意可以上电台做广告啊，小生意就是在街上吆喝。你看那个什么同仁堂啊，嗯，大生意可以上电台，包括在旧社会私人电台也是有这个。那是做商，你小生意你挑个挑走了街上卖点什么，你上电台不够费用。啊，不够挑费。你看北京那个卖菜的过去不就是吆喝吗？京菜啊，挑一个扁担前后的箩筐，嗯啊，香菜辣青椒，哎，高葱嫩青菜，来扁豆切的黄瓜，下冬瓜，买大海切，买萝卜胡萝卜，扁萝卜那了眼儿嘞，香椿嘞蒜嘞，好香菜。嗯，好家伙，吆喝一大套。这都是功课，得学。说相声不是那么简单呐，可不是吗？啊，不是说上台来，我是你爸爸，你是我儿子，你就会说相声，不能老说这个。那是啊，嗯，你好多人就说说相声有什么了啊？不就站那爸爸儿子吗？你说那个人家观众自个儿也会喊，人凭什么花钱看你喊？对呀、啊，人家站街上也行，我是你爸爸，你是我儿子，对吧？嗯、人花钱进来就为听你们喊这个来。不像话，你得有点正经玩意儿啊。对，其实这个都是从小练的。嗯，我昨天学了啊，今天开始这来不及。那哪来得及？那都来不及啊。嗯，这个叫货商。对啊，就是小商贩的叫卖吆喝。哎，这都得学呀。你包括什么各种戏曲啊？啊，戏曲也得学。说相声难就难在这儿。嗯，比如说您是专业唱京剧的，您就踏踏实实唱京剧嘛。对，在我们这儿不行。我们呢，京剧啊，评剧啊，大鼓啊，梆子，小曲小调，嗯，用得着的，在舞台上能够呈现出来的，嗯，都得学，都是我们的老师。我们小的时候那会儿在学员班的时候，嗯啊，一到这差不多了，老师就给我们分别送到京剧院呢、评剧院呢、梆剧院呢、曲艺团呢，送我们上那去听，跟老师学，那就拜师。那会儿就是嘛，那会儿我跟谦儿哥，我们就他那会儿老上京剧团。我喜欢京戏，我那会儿他们给我送了评剧院去啊。对，他喜欢评剧。好，他一上京剧院、嗯、你想我刚才介绍了，小胖子小脸蛋一掐一兜水，那京剧院那个老爷子们多爱他着呢。这我是有人缘。哟，一进京剧院，那个开门的赵大爷、扫地的刘大爷、做饭的王大爷、拉大木的孙大爷，怎么全是大爷呀？这个二十多个大爷过来就给搂住了，掐嘴巴子爱他。哎呦，喜欢有人缘，不至于这样啊。嗯，我那会儿小的时候，我上评剧院，哦，就是那个这个青衣花旦那个小姐姐们，大的二十二三，小的十七八，嚯、哦、啊，七八十个大姑娘，我一去了就把我围上了。嗯，早知道我也喜欢评戏了。嗯，大爷们不放，没听说过这有大爷什么事。哎，不是，不能走，就这一个了 啊， 挺好。其实是学学发声。哦，学方法、啊、学演唱的技巧啊。啊，学完之后才知道，哦，嗯，这个东西怎么用，怎么在舞台上呈现，它不一样啊。有区别吗？我们说相声难就难在这儿。嗯，你要学一样，比如说你就专业在梆剧院，你就唱梆子吧。啊，但是你要说让他唱评戏再唱京剧，他唱不了，方法不一样。方法不一样，这位置不，你比如说梆子，哦，梆子怎么着，那比如说梆子唱梆子，会梆子啊，梆子老生演员，哦，那你就听，你就看他的发音那个位置啊，咱就一句就行。你比如说男老生跟女老生都是老生，都是一样，是你就感觉说这两种技巧。您唱一个。不是，你看他女老生调门也高啊。哦哦啊，怎么句？可说是我的儿啊！他是那么个低了这个劲儿，女老生调门高。我也是欠他这个梆子里边他很难解决，就是男女同调的问题。还有男女同调，男老生你看跟这女老生不一样啊，这个调门一般男老生唱不上去。哪调门？就刚才咱们说了，就这一句啊，女老生这句调门，这男老生唱不了。你不用那么高了啊，就他不是男老生也得唱戏呀，也得活着呀啊，所以他就发明了一种，你比如说有一老生前辈王庆林，哦，艺名叫银达子，这大有名。他唱这个，他就是半说半唱，哦，能说，哎，然后拔高的地儿呢，用背公音。怎么叫背公音呢？就是假嗓子，前面说后边唱。哦、怎么说啊？可说是，哎，
你看前面这仨字说他不唱，他说好，可说是我的儿啊。这人要不长记性就吃亏，您知道吗？还有一出那个爷爷骂孙子那个，我不听了，爱怎么唱怎么唱，不听了。你不要把这个，我跟你探讨的是艺术啊，我没听出艺术来。你不要用你那个很龌龊的想法，这诋毁我们这个专业的东西。没有，我净当儿子了。好家伙，你可得意了啊！我干嘛呀？我外边挣钱，你家一吃还了得啊？这好，他还不干了啊？这个。这跟大伙儿，你看，就说了一个"梆子"的发音，你就会觉得，哎，是不一样。那确实不一样。我们要随时调整啊！你看，说相声站台上唱什么，唱个歌，唱个什么小曲儿什么，其实，都必须熟练的掌握这些个技巧。那就得练啊！你看，包括好多小曲儿啊，之前德云社咱们唱了好多，什么找花台了，什么打西厢了，什么这些个了啊。啊，其实这些小曲儿好几百种。那么多呢，好多都已经失传了，这些年我没少干，我净整理这玩意儿了。您这是贡献。我已经整理了一二百个了。嚯啊，好多小曲儿，有的都是明朝流传下来的，元朝流传下来的。哎呀，这东西你要再不弄它就没人会了。那失传了，正可惜，这净是我小的时候，七八岁八九岁、老艺人还健在，我就愿意问人家教、您记得不记得我总唱那个休息红啊，知道这个休息红。哎，你看后台好多孩子也都唱休息红。嗯，那是元朝的小曲儿。那么早啊，他很抒情啊。怎么唱啊？往外迎，往外迎，满腹凄凉草木凋零，一阵金风过，落叶满中庭，思想起郎君一去老没有回城，在外漂亮，明月明，明月明，秋夜难熬，秋桂林冷清清，秋月儿朦胧，秋虫似金铃，秋凉窗儿外，秋风扫窗棂，思想起佳人一去老没有回城，在外漂亮。嘿，真有点意思。这个小曲儿叫休息红，好，真好，这是元朝的牌子。嗯啊，在明朝之前清朝之前，嗯，在元朝为什么叫休息红呢？啊，你看我唱这段唱好多年了，是好多观众也会唱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叫休息红。那您给解释解释。这个丈夫要出门去做生意，临走给媳妇留了一块红绸子，哦，你就攥着它就如同看见我了。有一天我就回来，这是念想。丈夫一走，好多年没回来，媳妇每天拿这块红绸子红布舍不得，天天拿着，后来就脏了。街坊说你洗一洗吧。嗯，这媳妇说这我不能洗。嗯，这红绸子洗完之后褪了色了啊啊，就耽误我对我丈夫的这份思念。嘿，休洗红就是不要洗这块红布的意思。哦，这个是从元朝流传到今天的一个牌子，多这样的小牌子我还。或一百多个啊！好，我找机会慢慢都唱给大伙儿。慢慢来，不着急。抒情的东西，嗯，这个不是单纯的爸爸儿子就能卖人钱的啊！哎，您就别提这个了。就是他老撺掇我，你说一个那个，说一个那个。我老撺掇这干嘛呀？我他喜欢这些个单纯善良的包裹啊。单纯是单纯，没善良。你看刚才这个牌子，其实它很哀婉，很凄凉，听着也好听。但我们这也有那很抒情的。啊，你看，比如打新春，打新春啊，你看啊，好多老牌子，你看，有一夸于老师的小曲牌打新春啊，哪个呀？正月里打把新春，嗯，有于谦在房中我喜滋滋，
拿起来菱花照上一照啊呀呀呀呀哟，嗯，瞧见我小模样就爱死个人，哎呀呀儿哟，嘿，瓜子脸，嗯，双眼皮儿，哦，通弯的鼻子，红嘴唇儿，嘿，牙排四过那和田玉儿呢，呀呀呀儿哟，嗯嗯嗯，你瞧我像不像大帅哥？哎，使的那个洗脚盆儿，去你的吧，洗脚盆儿干嘛呀？也是个老曲牌，哦，老曲牌啊，啊啊，用这个来形容一下，大伙儿您听。很跳跃，很好听，这确实是，是不是？嗯嗯。当然，有时候我在后台，其实很少同着于老师提这些个专业的话题，啊，这么好听的曲子，您为什么不常给我们普及？有时候很扫兴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呢？唱一个那个，唱个那个，我也点牌子曲啊，唱那哪个？《青楼梦》那个，《青楼恨》《青楼大姐姐》那个，我非点这个。你看，你非点，你是？你才非点。不是，我怎么就点这曲子？因为在小曲的流传过程当中，它出现了很多风花雪月的题材。哦，那其实这些最早应该称之为明清时调小曲儿。哦，但是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呢，后来就逐渐的都失传了。哦，但是庆幸的是呢，因为有大批的人把它带到关外。哦。带到山海关以外，到东北，所以好多小曲儿在二人转的小帽里边流传下来了。嗯，哦，人家唱正对花反对花，大五更小五更切五更，呵啊，这带更的带节的带这带那个的，包括什么探清水河，哦，你看后来说，哎，二人转里怎么会有呢？哎，那当年都是北京小曲儿，是是是，因为这儿没有了，但是人家流传下来了。嗯，谦儿哥喜欢的就是青楼那一系列的作品。我干嘛非喜欢那一系列？这个其实咱们单纯的从艺术的角度去理解那没有问题。比如说《青楼恨》啊，《青楼梦》啊，其实很哀婉凄凉，不是也是很好听啊？啊，就是在一个那个行业里边工作的一个女孩啊，是是，很厌倦，希望跳出火坑，找一个丈夫，好好的过日子，追求人生的幸福，这也挺好。这个没有问题啊，这个 对,、啊、对不对？啊，而且唱词写的很高雅。啊，您唱一个，唱一个。你来了吧？你看。本来就是您形容的那么好。皓月呀当空啊，如同薄舟啊，有姑娘们坐就在青楼啊，写一栏干两泪交流。我有心从良啊，跟着那庄稼哥们儿走，怕的是起早贪黑不得自由啊，一顿一个带眼的窝窝头。我有心从良啊，跟着那说相声的走，怕的是浪迹天涯不得自由啊，他抽烟喝酒还要烫头。说我的。